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昆仑奇荣威体重心的主播王威。这俗话说得好呀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今天来到了昆仑大集，相信大家呢这两天已经感受到了年味的气息啊，越来越浓厚了。那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叫卖声也已经体现出了今天大集的热闹。那今天呢，主播就带您沉浸式的体验一把昆仑大集，走吧。